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，这里有一家鸡蛋糕店，然后我们张经理呢嘴馋，看到就来买啦。OK， 这家叫做五级鸡蛋糕。你好，吃了就会五级。我希望。啊？这两份是多少？两份75，张经理要买200份。我是以德报怨。哦，好好好，对不起，张经理要请我们大家吃鸡蛋糕。真假的，然后，哇，这看起来好漂亮哦！我是两个原味哦，是两个原味，不是两个重。对对对，两个原味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果然是天使经理啊，对我们真的很。对。有人今天在区组会议，跟徐凯带了2台笔电，结果两个都没有办法用。我本来想说我可以2小时用我自己的笔电工作，结果用我笔电就没事了，所以呢我也没办法用笔电了。你可以庆幸你可以好好休息啊。他们两个不知道带笔电要干嘛，等一下罚他们就是两个要走路回去普星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走到普星的时候已经是明天下班了，然后现在下课我还要买鸡蛋糕给他们吃。对，谢谢我们的经理，人好好哦，郎金鹤。没有要给他们吃吧，是我们三个吃。好，我们最近很孝顺，他买了那个蛙龟要给他母亲吃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回家啦，各位朋友，回家见，拜拜。